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一款手机的支架。我们将双面胶撕掉，贴到手机的后面，它就变成了一款手机的支架。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德州扑克。德州扑克五个人玩，随便洗牌，你想设置多少个人玩都可以哈，随便洗牌。将牌洗烂之后，立马知道五个人玩第四家最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一个 K 大，这两家一样大 ，K 大。